台湾第一座格莱美，好，第一座首座的，但光是提名就很兴奋了吧？那还得了？对啊，而且还拿奖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用哪一个唱片呢？去，我们是在2021年帮董事长乐团跟哦，董事长我们很熟，对啊，我们以前导播，哎，以前导播，是是是，然后跟马来吟唱队合作的巴格浪设计专辑，然后。对，然后就拿到这个最佳专辑的视觉设计奖嘛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奖，这个全世界唱片有那么多，你说要拿奖，这个包装很难嘞，超难的，真的不容易。最高殿堂有没有吓一跳啊？当时入围就已经很惊恐了吧？对，是的，也是第一次入围吗？那个时候？对，第一次入围啊，然后就中了。对。有想过入围的当下，有想过有机会上台？对啊，我们经常入围，然后没中。对啊，我们等也是等了大概10年。对对，其实那时候入围就很开心了，根本没有想到会得奖。上台的一片空白吗？你直接来看看他这个作品长什么样？好哎，就算台湾之光呢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来奖项进来，来介绍一下是哪一个部分？那次得奖的是这张，这张，这张的名字叫《巴格浪》。巴格浪，哦，是这样。很漂亮哎，是是，整张专辑这个好美哦，这个是另外设置的展示架，这个没错，主要是这个，主要是这个，哎呦，看错了，那个瓦行哎，哎，我们都在新闻上看到，但没有看到他实体，对，本人哦，哎，所以它是立体的一个结构。那这个有什么意象？它意涵、意念是什么？因为马来吟唱队他们是在台东的阿美族，所以这是台湾东岸的海岸的一个样貌。哦，なるほど。对，然后它的海岸线刚好组成三个人对着海洋唱歌。对对对。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侧面哦，侧面，对，就是他们刚好在吟唱，对，侧面的，就是有一种我们对着海洋唱歌，然后把台湾的文化传向全世界，有这个含义，哎，真的很好哎。啊，你们是怎么进这一行啊？还是一直都做这个行当？我的话，我是因为以前有玩乐团，然后自己乐团要出专辑，就帮自己设计。哦，当时也是因为没钱，然后自己弄。对对，没钱，为了省钱。哦，哎，他这一张很特别，这里还旁边偷偷写了个奶。奶，哎，但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就是乳房是吗？对，奶汁。奶汁。他的专辑名称叫奶汁。哦 ，breast， 这个吗 ？breast milk， 乳 ，breast milk， 胸部。你看，绕一圈，这谁的唱片啊？叫 Sophie Liu， 哎，这个孙盛熙的，对，最新的，西西的，哦，你跟他合作过，对，怎么样？他人怎么样？人，他人很好，很好，对，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，哎，西西很辣，身材很好，西西好冲进出来，哎，冲进出来，拜托起来，哎，性格，聊聊他，聊聊他，就是每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很亲民，然后很像朋友般的对话，很好相处，艺人就这样。你看这一张，我想拆开看看，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乳汁？它的设计，黑胶唱片哦，哇，是黑胶哎！哦哟，哦，是这样啊？它这个后面有个设，里面还有，它有个设计啦，因为刚好一个故意弄，然后哦，这是一些 nipple， 对不对 ？nipple 没关系的，对啊，没事，人体的一部分，有些的哎可以，哎，哎呦。请这样洗黑呢？哎，阿伯洗上面。无嘞，阿伯嘞。就是啊，对啊。这个你设计的？啊，对。哇哦，他用女性的角度去设计这个，是是是。而且，哎，乳汁对一个 baby 来说多重要。乳房对啊，营养的来源。它是哺育我们长大的。对啊，你怎么会变成用情色的角度去看它？对不对？这种不要这么想。哎，我觉得西西这个很酷哎，你看他这个有一个人，然后他这个里面洞洞就写。譬如说，曲解、虚伪、讽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西西真的是伟大，因为很简单，这些花费的钱是很难以回收的。但我觉得在这个年代，肯做、用心做专辑封面的还是有，所以我说应该要给他们，而且是要大大 respect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要怎么开哈？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，这边有磁铁。这是磁铁，这个是很像折纸的概念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打开是哇哇，
太夸张了，就是一只鸟，一只老鹰展展翅。哎，你这是艺术品哎。那你这个很，你这个这个花太多钱了。我是唱片公司老板，我都觉得这个哦，这张算花比较少钱。啊哪一张是花最多的？哪一个成本最高？这个这一张有穿花的这个，看看打开来看，打开来看。哦哟，可是它那个比较简，那个比较简单呢。嗯，可是它的模具费比较贵。你看，光是它这个开模就多累。对对，好，然后打开一层，再来哦。啊，这张谁的唱片啊？曾立新，一个歌手叫曾立新。天哪，他是一个彰化戏曲的一个音乐。结合北管音乐的一张专辑，所以这就是北管。所以他合上的时候是从戏曲馆里面望向窗外的景色。哦，难怪是这样子，窗外的景色吗？对，是。那个这样是黄昏，全部盖起来是晚上。哦，就是他练完戏曲之后晚上回家的样子，好用心哦，这很感动哎。我觉得现在如果要买实体的话，真的就是收藏的心态，对，是啊，就是收藏啊，都感觉要做好久哎，这很难吧？做的数量很少，对不对？都蛮少的，都蛮少嘛，对，那要怎么办？还有其他的设计吗？做就做其他的有比较有钱的设计哦，什么商业？哇，你像有钱，他跟你这么。有钱的，直接被逼出来讲出有钱的设计，不然他没钱剪头发了。说出来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丢两个案子帮我设计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有钱的设计，真的真的有钱，真的有。是哪个？就让外面的第五代，哎，这个真的有钱，这可以接，真的有钱，这很有钱，因为他这个对狂销热卖，非常有钱。啊，不是，喂，好吧，两位今天来就是来。交朋友，交朋友 ，case 有 case， 哎，交朋友好不好？朋友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奖项把它拿回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，继续努力，谢谢。